我是佛法的大慈大悲，世间佛陀的独生接下来请收看《佛教行善功德》。海神取水欲菊，而问之曰：菊中水多，海水多耶？贤者答曰：菊中水多，非海水也。海神重问：如经所说，未至成部。贤者答曰：此言真谛，不虚妄也。何以明之？海水虽多，必有枯竭。竭欲尽时，两日并出，泉源池流，溪皆汉河。三日出时，诸小河水溪皆枯干。四日出时，诸大江海溪皆枯竭。五日出时，大海稍减。六日出时，三分减二。七日出时，海水都尽，须弥崩坏，下至金刚地际皆悉交然。若复有人能以信心以衣举水供养于佛，或用师僧，或奉父母，或盖贫穷，给予禽兽，此之功德，地皆不尽。以此言之，知海为少，举水为多。你用世间黄金珠宝百千万亿去做世间的布施，福报很大，但不如一杯水供养三宝的功德。为什么？三宝这个佛力是无上福田，多在家里供养三宝，贴一张佛像，摆一部经典都可以，代表三宝，每天要至少供几杯水，好不好啊？而且水供越多越好啊，各位你不用很吝啬啊，师父说三杯我永远三杯，你要供到什么时候啊？要成佛至少这辈子要满十万杯水，各位有没有听过人家供十万灯啊，供十万水供啊，真是如此。那至少你要供八杯水，为什么？水有八德啊，念一下：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因为佛陀来了，走过来了，佛陀以前是没有穿鞋子的，赤脚，所以一定要第一盆水洗脚，第二盆水洗脸，再来供香供花，对不对？供灯供食物，在旁边还给他弹弹音乐吧，就供音乐，所以我们叫八功德水啊。那么有穷人就问佛陀：佛陀，那我们这些穷人哪有办法每天准备香花水果啊？佛陀说：水有八德啊，水就具足八种功德，那你拿来供养就能够
产生无量的功德。虽有八德，供养十方，消除恶业，六道清凉，恶鬼升天，水产离苦，众生消业，得大福报。嗡啊吽，好，从今天开始，只要倒一杯水、一杯茶，就这样念。啊，如果你忘了，但至少你知道供养三宝、护法善神，要喝之前滴几滴出去，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啊，布施给附近的众生，也布施给你的冤亲债主。那么这杯水就圆满了上供下施，而且创造了无量功德。佛告阿难：尔时贫人持一瓶水，布施僧者，今此今天夫妇事业，由其前世持此一金钱及一瓶水，并此明镜，施众生故，世事端正，身体净色，容仪晃玉，殊妙无比。九十一劫，恒常如是。由于尔时有幸禁锢，得离生死，逮得应真。阿难当知，一切福德不可不作。如彼贫人以少施故，乃获如是无量福报。功德经里面写了，用一杯水供养佛，等于念一百万遍的阿弥陀佛，消业障咒等于念一百遍的财神咒，发财了。一杯水供养佛，可以超度八万四千恶鬼道，离鬼离苦得乐。这杯水供养佛，可以超度一年之内啊被杀掉吃掉的海鲜水产啊。但是这个水有无量功德，你念大悲咒水、药师咒水，但是呢，乃至念阿弥陀佛水变成啊阿弥陀佛的八功德水啊，观音菩萨的啊阳之净水，所以啊。但是佛菩萨很喜欢我们用水做功德，因为水看了就知道透明的、空性的啊，会蒸发的，不是永恒的、多变化的。所以从水里面，所以有啊月光童子啊、灵岩经来的啊，他们用水观而证的空性啊，所以叠罪来的，包括乌巴库尊者，因为罪而证的空性。若复有人以净信心持一举水供养于佛，或施众生，或奉父母，或乞丐者，乃至禽畜之类，此之少善正因功能，今于尘劫不能穷尽。拿到水的时候就要念供养三宝啊，护法善神，对，马上上供，再吃遍滴几滴下施众生啊，念嗡啊吽嗡啊吽啊，或念甘露水真言，然后这样就可不可以喝啊？可以。还不行，你要观想你的师父做喉咙啊，师父啊你喝啊，师父做你的喉咙，剩下的呢也没有你在喝，供养下施你身上的八万四千众生小虫啊，因为你他得到水，你才会健康啊。这里面有没有我啊？没有，无我的啊，只有佛菩萨，感恩护法善神下施众生，感谢师父下施内在众生、自性众生，所以一杯水就可以成就佛道啊。所以以后你在家里要叫你儿子供养，叫你老公供养，好不好啊？好，因为让他供水消除恶业，六道清凉。所以光一个水都有如是功德，何况是种种的供养。诸恶鬼插手
白佛也。从来即可，佛天中天，慈悯一切众生，今次恶鬼小隐时。佛与阿难，捉波取水，永不食恶鬼。阿难便捉波取水，与恶鬼。恶鬼白佛言：今此一波水，不保一人，况乃八万四千。佛与诸恶鬼，八万四千捉此波水，至心不失佛及诸弟子。诸八万四千恶鬼捉此波水，常会不失，以我先世不捕失，今生恶鬼中，如今无所有，持此波水，不失佛及诸弟子，使诸恶鬼缘此功德，远离三恶道后，所生得失如佛无异。在经典有一个故事，佛陀有一次跟阿难在树下，那用斋完了，有一个恶鬼王带了八万四千恶鬼来到佛陀面前，然后呢，这个鬼王跪下来啊，哎呀，佛啊，慈悯啊，从很久以来我们就饥啊渴，因为鬼的寿命很长，佛天中天啊，愿慈悯故，哎呀。愿你的弟子布施一些食物给我们这些恶鬼吧。那个时候佛就跟阿难说，你去拿一杯水来，佛用钵了，要拿一杯水来，那放在鬼王面前，鬼就说啊，鬼王说，佛啊，这样一杯水只够一个众生喝，我们八万四千鬼呢，佛啊怎么办？佛陀说，你们把右手伸出来，每一个鬼，那你们观想用这一杯水供养佛陀跟佛的弟子，因为你们堕落果道鬼道，就是因为过去没布施嘛，所以透过这个水的布施，哎，愿你们能够离苦。那个时候鬼王带着大家手都伸出来，哎呀，愿我持一切慈悲水供养佛及弟子啊，愿我脱离饥渴啊，愿我转身善处啊，就发了这个愿以后，这一杯水一念完，八万四千鬼通通脱离鬼道。所以我看了很感动，哎呀，我们供水的时候不是为自己供啊，哎呀，能够为六道众生供啊，让他们都能够脱离他们的痛苦，所以最后供水就有一个消除恶业，六道清凉啊，能够让六道地狱道鬼道畜生道啊都得到了供水的利益，然后加念一个嗡阿吽。走遍世界我都在洒水，为什么？上供的水下施，所以每一次法师念大悲咒，有没有到处洒甘露啊？你会念大悲咒，那更有福报，到处洒甘露，供佛的水又拿来下施，各位，哇，一滴水供养下施给八万四千恶鬼，所有的众生都离苦，那各位，这个功德有没有比超过一千亿人民币的供布施还更大？所以佛经说，你用无量的黄金做世间的布施，还不如一杯水供养三宝的功德，这样了解吗？因为佛是什么？念一下，无上福田。而且你供养的心态，你想到你爸爸，功德又多一倍；你想到你妈妈，功德又多两倍；你想到你的某一个祖先，又变四倍、八倍。你想的越多，你一杯水为众生供养就变无量倍了。所以当你在供养的时候，哦，我为地狱道，为恶鬼道，为畜生道，为人道，为阿修罗道，为天道，为韩国岁月号，为马航370，为所有煤矿往生者，为南京大屠杀舍报者，
啊，为过去饥饿疾病死亡众生，哇，那你这一杯水你想的越多，它力量就越大。所以这个叫什么？来，大悲普覆，慈悲心是最大的功德啊。尔时，王舍城贫婆娑罗王为佛造作浮屠僧房，有一长者意欲为佛做好房屋，不能得地，便于如来惊醒之处造一讲堂，堂开四门，后时命中生于天上，成天宫殿来供养佛，佛未说法，得须陀洹。比丘问言：今此天子以何业缘得生天宫？佛言：本在人中，造佛讲堂，有始善因，命中升天，来至我所，感恩供养，从闻说法，获须陀洹。尔时，舍卫国有一古客远行商贾，生死不还，母养其子，其子长大，父欲远去，祖母欲远，如父远去，生死不还，如莫远去，当于近处，在世作祀，即奉其敕，便于世中坐于孤寺，而作念言：此诚人名，悉皆请佛，我今心造设意，亦当请于如来，便往请佛。佛来致意，而白佛言：我以此舍供养如来，自今以后，入尘之时，洗手洗钵，恒向我舍，其后命中便升天上，来至佛所，佛未说法，得须陀洹。比丘问言：此天喜日以何业缘得生天上？佛言：本为人时，心作死舍，请佛着中，成此善业，今生于天，又于我所，闻法获报。他虽然他的母亲不要他去远地，叫他在市区做生意就好，他只好盖一个房子要做生意，听说人家都在供养佛，所以他也跟佛说：佛啊，以后你到市区来就来我家洗洗手也好啊，啊，休息一下也。他并不是完全布施啊，他只是说佛如果来市区，就到我这边来洗手洗钵嘛，休息一下，那这样也种下升天之因啊。所以那同样的，各位你家里有空房间，你跟法师说：法师啊，只要你要经过我们这边就来睡我家啊，提供方便，那法师就不用去睡饭店了，多好啊。那虽然不是
完全不是，也是升天的果报。所以我们也很感恩很多居士提供他们的房子做波罗蜜啊，做中心啊。握人造僧方，欢喜而用施，感宫殿庄严，五欲皆具足。施屋得舍宅，宫殿及掩蔽，宝藏悉盈满，众聚随所欲。布施屋室陈，意欲诸美味，为神在所知，虚设随起飞。施与屋舍者，后世所指安，公馆诸所居，世事言具足。布施房舍的果报，如果受施者得其房舍后，办道修行，慈善济世，布施者未来便能上升天界，获得种种七宝宫殿，自然而有，以及五欲之余的天恶果报。所以各位，你现在都知道了，以前人不知道，我自己努力去赚钱，我才有福报。现在你懂了，我不用努力，我只要努力布施就好了。所以我努力布施帮助人读书，那我就聪明；我努力帮助人健康，那我就更健康健康。所以所谓布施，就是佛教所讲的法力。若以田地施，得花果流泉。若施以良田，得仓库隐逸。如比比丘者，个个随所欲，花果及清泉，爱与善安慰。若以园林施，常获圣妙果，一切所应应，心安无热闹，众人所爱乐，眷属悉具足。你有土地借人家种菜，这个意思啦。像各位绝妙净业越盖越大，一定有人布施土地，对不对？才能够盖金舍、盖佛堂啊。所以我们布施土地，让别人种田做好事，结果呢，你以后天生就具足这个功德，这是最聪明的啊！你不用自己去种田，因为你布施土地让人家种田，所以以后你生生世世富足啊，水果食物富足啊。你布施土地让人家盖医院，你生生世世不用进医院，身体健康啊。佛法教我们很智慧的方法。无怒人爱见，一切所归养，后生高长子，其施远述者。造册除众秽，后无变理患，身心常清净，见者莫不欢。原是礼诸垢，究竟获大安。
施污秽者，离诸恐怖，得安隐乐。所以我们随喜所有护持悲愿讲堂故地，随喜所有在这个地球上帮忙盖佛教学院、佛教塔院、屋舍、厕所、洗澡间甚至有些真实布施地，有些出钱，这些我们都随喜赞叹。所以来，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乐故施，后必得安乐。随喜以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足佛法。现世者，业障消除，福报无量；往生者，升天生净土，同成佛道。德亚他，班赞者呀，阿瓦波达，那耶梭哈。所以各位呢，不管你到中台山，你到法鼓山，你都要随喜随喜一定很多人布施钱、布施土地布施种种有些布施庄严，所以才有这么好的道场这些我们都随喜，那这样呢对你帮助很大。那你自己呢，尽力就好了，尽力就好，也不用勉强，也不要兼贪。你刚好有一片小小的土地，那就拿来布施做烟供嘛不然养蚯蚓嘛如果能够盖金色那就盖嘛再不行盖个小佛塔，对不对？你家的土地有个小佛塔，人家绕来绕去多好有些呢盖个可以点灯的地方人家去上班20个人可以到你家这一块来点灯多好因为你在一楼嘛。那我想各有各的因缘，尽量做就好了。光耀遍三千，一盏灯万种星，天天燃灯供佛，更点亮自信光明灯。欢迎随喜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户名台湾燃灯功德会。大家好，我是台北仁济院总院长李龙腾。武汉肺炎在第一线防疫医护人员以及全民的团结努力下，疫情相对趋缓，更获得国际的肯定，提醒国人逐步回归正常生活之余，一定要更落实防疫措施：一、勤洗手；二、维持社交距离；三、避免触摸眼、口、鼻。当民众无法保持距离或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请全程佩戴口罩，降低传染的风险。在外饮食也要注意适当的距离。若出现发烧、咳嗽、味觉、嗅觉改变等症状时，应该佩戴口罩，且避免搭乘大众运输工具，紧速就医。防疫绝对不能松懈，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家园。